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那这个口红印是？哎，这口红印就是萧董啊，他看到他秘书画的不错，就直接在这张图上面亲了一下，也算是祝福我们合作愉快了。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个画得很不错哎，他是有学过素描啊，栩栩如生的感觉。你也觉得画得不错，我也觉得画得很不错啊，所以我决定了，之后接到这笔大单之后，我就要把这个画裱起来放在我办公室里面啊。那是一定要的，祝我老公可以顺利拿下这笔大单，一定可以拿下的啊。嗯，那先洗衣服咯。好。都乱丢呢。好啦，我知道了。想害死我，臭死你！阿弟啊，派姐啊，这阵嘛吼，家里有点状况，所以我心情不是那么样的好。如果有很多怠慢你的地方哦，多多包涵，多多原谅啊！啊，我跟富刚啊，先敬一杯。哎，我也是啦。秋月去旅游啊，所以家里跟诊所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处理的。如果没有接你电话，你千万不要介意、啊。多多包涵，我们两个先干啊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秋月坐游轮撞冰山沉了，还是春花离家出走被小鲜肉给拔走，要抛弃你跟你离婚？说什么啊，让我们秋月好得很，现在正在欧洲报复性消费，开心得很。对啊，我跟春花的婚姻啊坚如磐石啊，不动如山啊，你不要讲那些没有营养的好不好？对了，之前你们这样子啊，真的是我让我很受伤的嘛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抱歉，对我有歉意的话，就应该啊多陪陪我、哦，好不好？这样才是对嘛。当然，当然。但是，我还是觉得，他哪里怪怪的。没有啦，哪里有怪怪的？我们一定会要多多陪你的。不然这样。待会我们就去钢琴酒吧找莉莉唱、唱到天荒地老、没问题啊，奉陪到底，不醉不归。对对对对对，去完莉莉那边我们再去 KTV、一直到太阳出来为止。没问题，天亮之后直接睡摩天轮好不好？你说说。当然走、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就知道你们两个玩假的，不是很虚伪，心机很重。你不要那么紧张嘛，来，你先坐着，你走，你听我讲啦，你休息。我跟你讲啊，因为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有个神秘嘉宾会出现。我们的局啊，只要有他出现，我跟你讲，除了热闹之外啊，还会很开心、很满意、很嗨哦。对不对？很嗨。看一下，差不多了，他应该在门口了。我提醒你一件事情哈，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啊，除了美女之外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啊别让我害了。冰狗就是个女的，温柔的，体贴，大美。你们两个啊，今天非常的幽默哎，哇，听起来感觉好像要帮我介绍女朋友哎。不过。一个每天都骑车在送信，另外一个呢每天都待在诊间里面帮人家看诊，然后两位的老婆都把你们看得死死的，你们会有认识美女？我才不相信呢！绝对是超级大美女。
不用站起来欢迎我。这么多年没见，你一看到我还是好激动啊。福康，啊，我妹妹我真爱啊。福康哥，啊，你好，我是真爱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少女呢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，变成大美女啊，气质出众啊。富康哥再聊咯。哦，我们昂景哥经过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，还是这么帅，我真的好行啊。为了纪念久别重逢，来我们敬酒。哎，来来，耿叔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？人家太想你了，所以叫我哥哥安排见面咯。你哥？你出卖我？啊，姐，我真的出卖你，可是你知道我现在状况，谢了，对不起。就算说破嘴我也是不会回去的，不可能。这什么？你不是很久没有交房租了吗？快被房东赶出来了，啊，付一下吧。条件就是要回 lobby 打工作。你看UCC， 你管？我已经有工作了。可是你这个调酒的工作啊，随时找都有啊。但是我们家那个卤味摊现在岌岌可危啊，快垮了，出现很严重的状况啊。我跟老妈水火不容，我回去就是一场灾难。不回去，不只是为了我自己，也是为了妈。我不想把他气死，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孝顺了。忍耐一下嘛，你知道妈的年纪也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最近你嫂子又离家出走，她一个人要做卤味，要去顾店，这几天话又搁想着，有没袂顶袂当的啊？袂顶袂当，都卖做啊，休困嘛，等妈好了，稍微回来。再继续做就好啦，就 B 五。拜托，但你也不是不知道母阿迄种个性的啊，伊连伊哦就烦恼讲人客吼无物件通好卖，啊，佫烦恼讲迄店哦接无敢咱做起来，到时候垮掉了怎么办呐？真爱呀，你老哥我啊，真正想无无，我再来催你啊啦，好不好？你认真给他想一想，妈的年纪已经那么大了，再相处有几年了？你自己不是有一个女儿吗？将心比心好不好？就体谅一下妈妈啦，拜托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。一个人，行情咩？